悬疑问答。我想知道你今后会不会有固定的等别人，我梦里发定给他定，好像有定定到那样。灵性嘛就是这样的呀，有时候你碰到他就像电一样的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对的。好啦，明白了。啊，不要太辛苦了。灵性世界如果跑太远，他会不会迷路的？不会的。啊？不会。不会的。他只要脑子里一想，这个熟悉的环境，他就能过去了。啊。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好的。